敌的迷你特工队。秀智，今天天气很好吧？我也很喜欢哥哥。哦，不是，天气真的很好。哇，这儿修剪的真好啊。哦，天哪，这里的花可真漂亮啊。哥哥，给我摘一朵花好吗？这种发嗲的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好吧。现在看不见蜜蜂了。哦，哥哥，人家知道好怕怕呀。现在特工机甲的位置已经确定了，就在风信子村。要是我没有输入密码的话。博士，不用担心了，我们一定能够阻止他们的。没那么简单，特工机械装甲的力量跟以前的敌人不是一个级别的。这个机械装甲有能使操控者威力大增的特殊能量，一般的特工机甲根本无法跟它抗衡。难道说完全没办法阻止它了吗？虽然不是非常确定，但可能性是有的。四位一体，只能这样了。啊，四位一体吗？博士，这太危险了。特工机甲的四位一体在迷你特工队历史上前所未有啊。但是除此之外没办法阻止特工机械装甲了，我已经改进了合体系统，虽然可能会有危险，但值得一试啊。如果有办法的话当然要试试了，如果害怕危险，我们几个今天就不会来这里了，你们说是吧？哼，那还用说吗？说的没错，这是当然了。很好，相信你们可以做到。同意特工机甲四位一体，你们立即出动。是，明白，司令官。特工汽车出动，出动。哥哥你好厉害呀。送给你。哦，太好了，钓到你喜欢的了。哈利哥哥。那么我们就去吃饭吧。好啊。哦，这儿还有这个，我来试试吧。哪里，你也试试吧。好吧。哎，今天的压力都聚集在这一拳吧。呀，我也不知道。不会吧，机器好像是坏了，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分数呢？是啊，是机器怪物。
真痛快。现在就由我来统治你们吧。这是哥哥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，可不能丢了呀！把这些磨磨蹭蹭的人类都除掉吧。太危险了，快去安全的地方躲躲吧。好吧。秀智，走吧。居然想阻拦特工机械装甲，真可笑。你总是这样大言不惭，等着瞧吧，看谁笑到最后。你这么不自量力，就到此为止吧。无限放大引擎启动。这能量，有点不对劲，大家小心。现在陪你们好好玩玩吧。损伤严重了，看来只能进行四位一体了。好的，现在启动四位一体。我们为正义而战，特工机甲合体。现在开始反击，超级激光炮发射。超级冲击波发射。你们这些家伙受死吧。想打败我，尝尝我的厉害吧。不好了，中央引擎损坏了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把所有能量聚集在一起，用最强的攻击结束你们。这，快躲开！我们被缠住了，根本无法移动。啊，来不及了！感受到力量的聚集了吧？现在最后一招，使用最后的武器——太阳之剑吧！把剩余的能量全都传到太阳之剑上。是。太阳之剑。发动！那又是什么？消灭你们！接招吧！做梦吧！怎么会这样？
着瞧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小子，下一次我要让你们尝尝我真正的厉害！